我是海洋。一再告诉你们，傅西修他就是一个间谍。我给你看的这几样东西，什么从这个从明运开始，一直到后来他的进出中国，到了他的酒庄各方面，这是大家公开的东西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手里有料，别不信，听到没有？别不信，你非不信这个邪，那你就要自己承受神对你的怒火，神对你的惩罚。你不是信上帝吗？你帮一个不信上帝迫害基督的人，帮一个伪基督，你就跟他是一样的，画等号了。傅西修可能是你的上级，所以你不得不出来帮他挡子弹，啊，很可能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子弹你白挡，因为你挡不了，挡不住，好事儿。你要不跳出来，还没人知道你跟他是一伙的。好事儿，为美国社会又清除了一个毒瘤，又清除了一个癌细胞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伪类。啊，你。最好自首，最好自首。还有那个傅西修最好自首，因为共产党已经把你抛弃了，组织上已经放弃你了，你现在是自救啊！你活得了你就活，活不了没人救你，可能最后共产党可能还要杀人灭口。你知道共产党对这样的人，对你这样的人的手法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啊？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做污点证人，你还有条活路，否则的话你的结果可能会很惨，都不用美国政府杀你，共产党会杀你灭口的。